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首先，我们请曾委员鸣钟。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郑文忠等十二人，鉴于浩鼎公司新药在今年二月间公布解盲结果，浩鼎股价从最高680亿元下跌到今天270亿元，事发至今已经超过9个月，相关内线交易等刑事责任及研究人员利益回避等问题，未见检调或主管机关积极处理。原建请华部、经济部、科技部尽速督导，说明进度，并修正相关法规，勿因进政党轮替而遗漏重要法律争议。希望以浩鼎事件为借鉴，建立公平的股票市场，并协助相关产业的发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曾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致阳。吴委员致阳，吴委员致阳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柯委员致恩。陈委员移民、吴委员致阳等十二人的提案，柯委员致恩。柯委员致恩，柯委员致恩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孔文吉、简东明等十二人。鉴于台湾气候变迁导致天气异常，使得台湾气候灾害频传，危及原乡原住民族人生计及财产安全甚急。今年又历经马勒卡梅基台风侵袭，造成原乡所有族人的生活与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原乡族人俨然成为气候难民。原住民乡镇的农路、产业道路、桥梁、堤防、水电、边坡水土保持以及调查安置安全抗议的华东部落等多项业务，其需持续推动。本席建请行政院拟定原住民族地区重建及发展特别条例，并编列特别预算，以保障原住民族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原住民族生存发展。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好，谢谢孔委员。报告院的刚才曾委员鸣钟之等十二人之提案，我们做如下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无异议，我们就通过。那么本案孔委员文吉、简委员东敏等十二人之提案，我们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我们做以下宣告，我们就通过。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燕秀。本院委员李燕秀等十一人，鉴于财政部关税署统计资料库查询系统指出，民国105年度1月至9月，自日本进口之幼鳗多达17506公斤，唯依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之公告，自日本进口的幼鳗却无庸减负辐射检测证明，仅需依行政院农委会
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编定之应实施检疫动植物品目标及有关检疫规定办理，两者对于辐射污染之管制显然有别，又慢恐属于食品安全之漏洞，建请行政院于一个月内提出自日本进口又慢如何确保未受辐射污染之检讨报告，并据以改进相关之边境管制措施，是否有当，请公决案。谢谢李委员。那么，针对李委员彦秀等11人之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议。我们做以下宣告：通过。下一位，我们请蒋委员乃馨。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7人，有鉴于国人适时稀释甜品饮料，导致成人肥胖盛行率达43%，国小学童则为30.4%，成为亚洲人口最肥胖的国家。为了有效制止肥胖人口，欧美各国，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北欧等多国，相继对含糖饮料苛征含糖税。而同时，一份国内的研究发现，饮料苛征税可减少成人过重肥胖比例，分别为6×6及3×3，而减少儿童的过重及肥胖比例达到33%。为维护国人健康及降低肥胖率，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尽速研议苛征含糖饮料价格税，以减少国人摄取高热量饮料之几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蒋委员。蒋委员乃馨等17人之提案，我们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我们就通过。下一位，我们请蒋委员启辰。蒋委员启辰，蒋委员启辰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张委员立善。张委员立善，张委员立善不在场，不在场，我们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赖委员释报。本委员赖释报等13人临时提案。根据资策会调查资料显示，使用智慧型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人口估计已经破了1600万，大概4人中就有3人有行动装置的使用。随着行动装置用数不断的增加，国内 iTaiwan 免费热点服务的注册用数早已突破100万大关。但是近年来在国际上频频的发现骇客利用 WiFi 假热点窃取用户的资料，并造成财务上损失，因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相关单位在6个月内，针对如何避免 iTaiwan 用户连上假热点的机制，提出因应对策，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赖委员。针对赖委员、世保等13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我们通过。下一位，请王委员玉敏。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敏、徐真卫、罗明才等11人临时提案，鉴于我国洗衣业者所使用之干洗剂中含有次氯乙烯之化学成分，其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 等级致癌物质，据查，美国及法国业已明定禁用含次氯乙烯成分之干洗剂，然台湾目前仍有60余家洗衣业者持续使用该干洗剂，恐致民众有健康危害之余，原建请环保署加速研拟禁用次氯乙烯干洗剂之时程，劳动部加强洗衣业者之劳安检查，以确保业者及消费者安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王委员。王委员玉敏、徐委员曾卫、罗委员明才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
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问院会有异？好，无异，通过。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坤泽。李委员坤泽，李委员坤泽不在场，暂不予处理。下一位，请黄委员伟泽。黄委员伟泽，黄委员伟泽不在场，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卢委员秀燕。卢委员秀燕，卢委员秀燕不在场，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立芬。李委员立芬，李委员立芬不在场，暂不予处理。下一位，我们请高路移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高路以用、高金素梅等十二人临时提案，有鉴于现行大专院校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补助要点第五点规定，原资中心每年业务补助额以200,000为上限，且不包含原资中心运作所需之人事费，因此各大专院校甚至不愿设置原资中心，或由其他处室工作人员兼任，难以办理全校原住民学生的辅导工作，使学生权益受损。原此建请原住民族委员会修正大专院校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补助要点，将人事费用纳入经费补助项目，以提高大专院校设置原资中心之意愿。若并有效辅导原住民族学生之生活与学业，达到原资中心存在之目标，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高路移用委员、高路移用委员、高金素梅委员等十二人提案，奏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下一位，我们请蒋委员万安。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蒋万安等十三人，鉴于2015年5月28岁失业男子传入国小校园之女童割喉案，2015年7月发生27岁失业男子持刀于捷运中山站随机砍杀，以及今年3月发生33岁休闲砍杀内湖女童事件等案，行凶之失业青年均声称因长期失业不堪心理压力，而选择极端手法犯案，显见我国青年长期失业造成之心理问题已造成社会动荡。原要求行政院应就青年之就业辅导政策及失业青年之心理支持辅导研拟相关因应方案，以创建完善社会安全网路，是否有当？请公决案。谢谢蒋委员。蒋委员万安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现在散会。